我是刚刚那次的那一把林教练，一把林教练6月13号，他会站，他会站，八点三十分出发，就是402次教练先告诉二星的超子微笑提前快点。02次江江先告诉我，选的超子，我想要去一间快车。187188，江江约翰。哎，我跟你爸妈讲，我们赌一把啊！刚刚你隔壁只会开首位，看你们带。好，刚刚你赶快带哦，要不然我跟你讲，你一个人很难活。手还猎人呢、啊。找死了。停二次站，台北站，停好，江源信号刷新。超子，微笑圈快到，感觉两个两包。